你的肺足够健康吗？这期视频是一个憋气测试，如果能坚持到最后一秒，就说明你的肺功能极其强大，超过了 98% 的人。在测试开始之前，只有 6% 的人能在3秒内点赞和关注，你会是这 6% 吗？那么深呼吸，3、2、1。你达到了哪个等级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大家。觉得简单的也可以去我的主页参加更多挑战。好了，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